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秀龙俊硕，吃鸡喽！7月25号，我会在 PMCC 绝地求生 M 校园联赛总决赛担任开场嘉宾。当天我会跟大家玩一些互动小游戏，而且重要时还会抽出 iPhone 11还有 AirPod Pro。想要跟我面对面吗？我们 PMCC 见。7月25号下午1点，我们在松山文创园区不见不散，也到。